续呗，续呗，再不续呗！你之前上百三怎么不进群了呀？怎么不进群啊？关你屁事啊！我回来了。你之前上榜前三了，怎么不进群啊？关你屁事啊！啊！不你是，我是怎不么一是回来怕听被人见你发在现说我有老水板分了？啊？这件事情，说你老板咋了？关你屁事？你就是怕别人发现你是什么意思啊？你是假肢。哈哈。哦哟。让你装起来了，这把我们下路直接干爆你，知道不？敌军还有30秒，直接杀起来讲。碾碎他！难道不是吗？我不好打兰博，你不用不好意思说，打不过他。又没有外人，不用不好意思说。关你什么事呢？我进不进关你什么事啊？跟你有关系吗？我们一定要拿我们准备拿阴血，肯定拿阴血。哦，你们准备拿阴血。不是，你们好好说话呀，哥们。从开始到现在的。上来怎么气这么重呢？本来就不关你老板的事呀，关你啥事呀？有啥问题吗？你好好说话就好好说话呗，有好好说话呀。本来就不关他事呀。好了，这意思怎么让他呢？你不用跟他在这说多了没有用，咱们这把就猛猛杀就行了，用这个人头打他脸。坏了，宝宝，兰博，我打不过。打不过吗？我要一路砍回比尔吉沃特。确实打不过。打不过，打不过，你就苟且起来呗。打不过。哦。就猥琐发育嘛。嗯。我补兵，我到六给你带套他。哎妈呀！我都卡住了。怎么还卡了呀？我也卡了。那都卡。这个 ADC 好怂啊！哦，这个别挂我，上面老这个，你下来 A 他。我现在消耗他有什么用呀？我现在不就正在打他？你一直挂我身上，我一个人在。我现在也没有点 Q 技能，你说我平 A 他，我平 A 他有什么用啊？我不挨打呀，这话说的。你打一下，我可以上去 A 他呀。他妈二级了，他妈二级了，回来。我现在没有 Q， 我不纯挨打吗？我上去 A。这个兰博他手那么长。你看看，不是消耗，不是这样消耗的姐、啊，有盾吗？有盾吗？那你不是让我这么上消耗的吗？哎呀，你怎么出来只给自己来了？你在干嘛呀？吵架了。我们都没有二级，你让我上去消耗，二级不是，二级再上去打不行吗？白送他一个人头。不是姐，那你怎么？没事没事，我们再打回来，再打回来。是你听我的还是我听你的啊？这个，我跟你讲，我跟你讲，我从盐分和我跟你讲，刚才打不了，二级就能打，有我开机爆了，开机爆了，准备 Q 了，准备 Q 了，准备 Q 了 ，Q 了 Q 了。这才杀不掉他，那你这可以。枪都没点燃呢，哎呀，又拿了一个人头啊！得不到的东西统统烧成。好的，开始。咱们直接就控线了。控线可以，哦，擦个眼睛。坏了坏了坏了，他要杀我！太完了。不用怕，该打就打，我还有一个点。没事没事。我们配合起来，就你有打野啊，我他妈没有打野呗。来来下来 A 他，下来 A 他，下来 A 他，不是被控了，你下来 A 他呀。我下来 A 他，我下，走。哎呀，哎他打不过有什么用啊？就该往后先撤的。你应该先退一步，伤害肯定够的。那么明显打野过来抓了吗？你就算伤害再低，你高低猫咪还能算个超级兵的，那伤害呢？超级不用慌，不用着急。不是超级兵，大炮车。你等我先 A 了，然后你再上。你别自己慌慌往上冲，你看我，你跟着我走。回家一波，来个耀光，伤害就高了。哎呀，跑车也能吃到。我被这个兰博要烤熟了。
们的奖励。这把听我的。行。一会儿我有一些时候你得听我的，毕竟我是 AD 啊。我让他推销。船长这个天赋带错了还能玩不？你还指挥上我了是吧？姐，我不想着我们多拿点人头吗？姐，行，这里又算你充分。你看他中途还船长，虽然说现在没什么动静，他因为发育起来伤害老高了，我们得先拿点人头。那但是你态度好一点啊、哦，说话不注意。操了！我上网带了个天使的天赋符文，我操！败了，人他妈傻了。等我再 Q 他两波，再骚扰他两波。他太痛了。我 Q 我操！哎，这个怎么没二连死？应该啊。A 死你，点难死。我致命节奏触发 A 都能 A 死你，我跟你开玩笑。不拉光冷的话吗？可以死掉，可以死掉。哎呀，放了。不是你虚弱怎么不早点挂呢？我刚好啊。我虚弱为刚刚我虚弱今天没有秒没有 CD， 今天为你服务，白人四小时为你服务。妈的！我是刚好啊，刚好那一秒你死掉了，要不让你进草里给他不给他视野了。着什么急呀、啊？打野他妈又来了，这打野你妈的，他都死了，太恶心了。一直来、啊、一直来，烦不烦？我们得抓紧目标八十个。他好像下路发育好像也不咋地，感觉、嗯。等我装备起来吧，装备起来应该就不需要天赋符了，没事。上啊上啊，你问我残不残可以打？不是这咋上啊？姐，你上路应该压力很大吧？我 A 他，你怕什么？我 A 他。不是，怎么这？他。哎呀，姐，你看什么呀？听我指挥，那你一口变小兵，那蹲在那边呢？干嘛呀？我说上就上。不是啊，姐，你一口变小兵了，你没看见吗？哦。下路怎么还吵起来了呀？小丑吧，又来了。我们怎么吵到啊？他俩我们只是在交流。沟通。谁是小丑啊？有些人一个人头拿不到，还说人家小丑。这么烦啊？姐有一闪不？没有闪，我是来救你的。冻死他们，让他们喝个饱。我走了。哎，小心小心，哎死！快点快点！这人很烦啊，一直来。过来，我们就可以打他。操！我是看你被两个人夹击。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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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没事，你放心，我的大肯定是给你的，只有你可以带我的汤汤。小心小心！我知道我知道，我毙了。打野继续来了，今天看你的。你中路打这个奇亚娜好打，就是打野老来是不？听我说，出来之后我上蓝没用，花我没用。行，配合一波。哎，已经拿到一个人头了，最后一个。哎，怎么又卡了？我怎么又卡了？我也是。开挂了吧，对面。嗯。不能是你开了吧？不能是哥们儿你开脚本的吧？那我能说你们俩是不是开脚本了呀？开脚本还这么菜呢？啊？二杠四。那说明我们肯定没有啊。那开了会死这么多次？哦，开了会死那么多次吗？哎呀，承认自己菜了。我们也不菜啊，第一把谁赢的？只是让、啊、第一把又是第一把了，哎呦，第一把谁赢的？上我身，上我身。那第二把、第三把谁赢呢？肯定是我赢了，哎、你赢了。你怎么不给他挂点燃呢？我给他挂什么点燃？我能追。就这种线还能抓的呀？行。那么远，我能追上他吗？太行了，太行了。AD 这么多血，我给他挂什么点燃？那不纯纯浪费了？再来来再来。是啊，你给你一口挂呀。一口我够不着他，我离他800来米，我怎么？那为什么我能 A 到他，你挂不着点啊？你点燃距离比我 A 还长。你手长啊，我肯定我在你身体里面，我肯定是够不着。卡莎算 AD 里面手不算什么，你刚才离得很近，你移过去的，我给不了他点燃。还盯着我抓啊！行，是他们都七级了。你自己操作有问题，你说你哪个勇气啊？我这波没有大，没救到你。你有大吗？没事没事没事，问题不大。没有没大，
有蛋我就交给你了。没事没事没事，我六级了，我六级了，那顶着顶着。打野在后面反着呢，打野。可以上，我有输了。立刻变的，立刻变的，立刻变的。血来一发，西兰刀出来了，伤害高了。我们得杀他一次了，不然我们他们要是越的话，我们就杀了，无所谓了。这他妈好烦啊！一直来抓你是不是？啊，对呀。你上前面补兵啊！你怎么连兵也不敢补了？你干嘛呢？不是他妮可控住了，他就给个大招。妮可在哪儿啊？Q 怎么还往回拐呢？你 Q 到他呗，空一个 Q 不很正常吗？你看多疼啊！又他妈来。怕什么？我能加血，你怕什么呀？好喜欢抓你啊！没事，给他抓，打不死的小强没技能了。给个眼，给个眼。我哪有眼？刚好。差一下。你怎么这么菜呀、啊？好 Q， 好 Q， 好 Q！ 是呀、啊。这你都杀不掉他吗？我技能全给了，你都杀不掉啊？这卡莎玩的还可以啊，该说不说的。你不要挑拨离间啊！嗯，我说再说两句，玩的还可以，怎么就挑拨离间了？你对什么话呀？死亡的不是他恶意，也没跟你说话，你对上话了，只有意思。你也知道啊，先瞅瞅自己多少人，你也知道啊，你也知道呀、啊，前面没跟你说话，一直跟我搭话，是不是你啊？嗯，谁跟你搭话了？我做着你做的事，你不愿意了呀？搞笑，我也没点你名字，你只能道歉。搞笑。真的搭话，搞笑，求五百块，不就起来了吗？咱们也来 K 个头 ，K 个头、哎，上去了，没事，我走了，我走了。这个头你我起来了，起到了，我起来了。你多冒昧呀！这里有人过去了。哎，喂，我来，我走，这么多人，走。我只能说，我起来了。Okay、打他呀！先咱们先吃兵，先吃兵，等我大招，然后扭着走位，扭着技能就行。坏了，好伤，伤害真高啊！这塔，杀了杀了，全是塔打的伤害。杀了杀了，走，他那个塔现在不是叠加吗？OK， 这一波还凑合、嗯，还是我大开的好。不是，贝贝，你等会儿发育。哎，看到没有？是什么杀人团？好烦啊！这玩的。给你们看一下我带的什么天赋，兄弟们，我带致命节奏，我操，我这个天赋一个用不到，我好烦啊！我们以拿人头为主，死多少次无所谓。行，我要一路看会。哎，哎，我这手给他剁了，这手除了会打飞坤，还会打什么？连点个符文都点不了。不敢带了，图上没人呢。我下路的好气呀、啊！嗯，这男模怎么来中路了？男模不是上路的吗？谁知道啊？哦，他愿意去下路人往这边跑，别的路是不行吗？我没有大贝。你看那个 A 不打不过，打不过，打不过。有的人怎么又死了？操，好恶心啊！人呢？看我们。参与一下呗。发育一下，发育一下。嗯，走，咱们也发育一下啊。兰博128到3-0，这么肥吗？兰博被塔了呀！清完这波，清完这波可以走。我们去中路吧，我们去中路吧。也可以。我来了。有个人。没事，我们去中路。嗯，你是很明显。哎呦！
开几把了，开几把了。杀了他！还想抢？手都伸出来了，还想抢？啊！我上了身上，我一看上他身上了，我都没给他加血，他不配。还想抢人头？哎呦！操，被你直接秒了！捏我一下啊！对面中单伤害怎么这么高啊 ？ADC 六杠二。这跟我们 AD 有啥关系啊？我厉不厉害？收集者了，厉害啊！我厉害吗？这好折磨呀，兄弟们！你别说你们看的折磨，这把玩的都折磨了。操！他们都残了，但是好恶心啊！过来，我们去吃。点个符文都能点，点不了。咱们中路走啊，还好他这把也没杀起来。兵发育吧，你要不然来上路吃这个兵。我去拉红，好嘞，红不能被他抢。你不拿这个红，某些人就要拿了，知道吧？我要把我得不到的东西统统烧成渣，烧吧！走走，快去收，抓你了！抓我吗？侧面，没事没事没事，问题不大，抓不了我，没用。放峡谷了啊！哦，还能不能拿两个人头了？看错了，找机会拿两个。我尽量。走，能杀不？这大白放，大刀往哪放呢？我大蓝魔啊，我大对面啊，往侧边放啊。你那个位置给。不是我往哪边放不取决于你的走位吗？他们的奖励，我看你本来是想前向前的呀。上，哦，完了！哎呦我的天啊！哎，还行，活活 A 死了，我靠！这波什么操作呀？活活 A 死了！还行。某些人的大怎么不放啊？某些人？不是你那波大招。本来那波南梦都该死了呀，不是中路的大呢，为什么不放？留着在家干嘛？留着过年啊？不是我哪知道他后面有谁啊？我看到我们中路来了，还行，意思。全场大是留着过年的吗？再说了，你 AD 的大刚才开你的时候，你直接飞到后面呀、啊，保护自己啊。全场的大留着过年，卡莎的大是留着干嘛的？我来了，他肯定是留着保护自己，他有盾啊。那船长大干嘛？那他为啥不飞到后面去啊？那飞到后面去不是全杀了吗？那我飞到后面死了怎么办、啊？咱也不知道那个大刘有什么。那你刚才没飞你死不掉、啊。你要是没有用，你就把那个阿信给偷了吧，行不行？你要那个大有什么用啊？哦，是哦。不是蓝波谁养起来的啊？哦，不知道呀，谁养的？蓝波去下路怎么杀的人啊？来来，杀他！留个眼线在外面。这怎么这么多人啊？哎，接你！哎，接不了！哎，你好无所谓啊，哎、我压根也没想让你接。哎，无所谓啊，哎，确实无所谓。你死了确实无所谓，我没死，我还能补刀。就没想让你接我。啊，没想让你接我。可能是我太菜了吧，姐啊。嗯。你下边别玩猫了。我听说听到没有？玩的挺好的，你下把别玩猫了。下把别玩猫了，别坑你家陪玩了。真的，菜狗。宝宝，你听他说的话，姐，你辅助玩的挺好的。不是你这么骂上我姐啊？下把别玩猫了。下把别玩猫了。太菜了，是我太菜了。菜猫，就是菜啊。笑死某些人，某些人这战绩也挺菜的。我这战绩啊，哎呀，我这战绩菜，某些人没赢我头，哎，这把还要掏。菜没有用，菜就菜呗。头不随随便便拿回来了吗？不是，掏能。嗯，没有用，没有用，没有用。他大的都已经掏过了，连掏两把。掏能掏几个呀？没有用。是呀，掏能掏几个呀？还有那某些人为什么都死大都放不出来？那人家团那么大发了，对呀、啊，就不放，哎，就不放，气死你，气死你！过年呢？不是你玩个船长二连四桶会不？二连四桶，二连四桶，哎呦，二连四桶是啥呀？听都没听过。啥桶？桶桶不放干嘛？哎，就不放，哎，就不放。杀了，放不了一点。你船长跑啥呀？跑什么呀？姐，你把他杀了，就知道跑。不是 A 不过他，他装备太好了。我加油！
对你烧了就你去哪了呀？我们再怎么烧有什么用啊？背不住有人看戏。坏了，我把他杀了，但是你死了，宝。我死了没事，你拿头就行。有什么用呀？反正他没拿到头，也是哦，很爽的。我们没拿到，没拿到，我们不在乎那个。这中单怎么被你养的这么肥呀、啊？ADC 你养的不肥、ADC 十杠三，对面中路十杠五，对面打野一直来针对。送的呀，我下路嘎嘎杀他们。嘎嘎杀你四杠十一，你真要脸呢你？那不被中单杀了吗？你嘎嘎被杀吧。啊个啥呀？没拿到。好炸！哎，我下交闪。哎呦交闪你抢得着还是咋的呀？我抢不到你也拿不到呀。哎卡你身位，哎卡你身位，哎卡你卡你，哎你也抢不到，你看你抢到吗？所谓让他抢去。啊、你说什么？哎呦抢没抢到、抢到好菜啊对面啊，抢没抢不管他，就让他死让他死，走走走走，咱俩杀他去。行这一把姐，我这船长菜太菜了，抢没抢到呀？啊！这把我的船长太菜了，太菜了。你就是太菜了，你哪一把你就菜？他一了，太菜了。他一把已经掏了两把的了，那有什么呀？太菜了，这把船长，就这把这么菜的船长，下路两个人没有赢头。哎呀，我操！太烦了，是因为某些船长把中路养得太狠了啊！就这么菜的船长，没赢到头，我靠，被咋办呢？一点办法没有。你不养那么肥呀？气死了！为啥这么肥？我跟你说，要不是我姐扶住我，是啊，要不是他姐扶住他，他都超神了。对，要不是你姐扶住你，都超神了。不是怪你的意思啊？不是你这么在这拱火呢？你拱上火了？没拱火呀。你说的话，姐，你下把别玩猫了，不是你说的吗？我们也没说啥。我说我姐猫玩的挺好的。没事，那个耀耀，你下把你玩猫，我带你，我带你。这把确实我的问题，这把我符文天赋带错了。行，我的意思啊？我的，是我。啊、配合猫配合的不好姐、啊、真有意思，我们啥都没说、啊、真的姐你辅助玩的真好，你下把别玩猫，玩不玩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不是啊，跟你有几毛钱关系啊、哦、没关系，你跟他叫换上了。没事姐，你下把你玩猫，我来带你，把他蓝猫杀了，我来带你。好，下把你玩猫，你玩猫，咱俩配合。还没有带他吗？你让他俩上。我来个极限阴人，咱俩去刷中路那个，咱们去。我赌这里应该是没有眼的。你还赌呢？下面我们来拉头了。哦呦！我操！交闪了，好多人，我走了。我操！杀他！哎。这把我这你怎么下来了？这把没点火。我让你杀后面，你给我挂个加速不是杀了吗？你怎么下来？我让你杀后面，后面是脆皮，肯定杀杀后面。你干嘛杀前面肉呢？以后别玩凯西，哦呦，这英雄不适合。不是姐啊。是哦，以后别玩这个英雄。我知道你猫玩的挺好的，但是。是我太菜了，我配合猫真配合不了。再来一个。这不像是在夸我。再来一个，再来一个。什么？再来一个！坏了。行，姐，这把我的，我没点天赋，没啥好说的。没事、啊。姐，这把我的，我的。跟猫配合有点……那个下把你玩猫，你玩猫，我来带你。算呗，算。